我希望观众可以在这部纪录片当中重新了解家庭的价值，审视你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在过程中思考如何携手彼此走向更远更美好的远方。导演为什么想拍罕病家庭的纪录片？通常一般我们觉得说这样特殊疾病要么聚焦在这个议题上面，或者是聚焦在这个病人上面，可是你聚焦在他们的父母亲家庭甚至是爸爸上面，其实很特别。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因为我到罕病基金会去当志工嘛，那我有个弟弟在里面工作，他们缺影像专长的志工，哥哥刚好是导演，所以就被拉下来。对，因为这样让我有机会认识什么叫做罕见疾病。那时候去的确会很震惊，因为你看到这么多很不一样的疾病，因为基因的突变，那些病的症状跟它的严重程度都不太一样。我相信很多人一开始一定会被这个部分给吸引，但后来其实我看到更普遍的是，很多罕病家庭爸爸是缺席的，他们来参加一些活动，通常都看到妈妈带小孩，但爸爸不见，所以我才想侧面去了解说，爸爸跑去哪里了？后来才知道说，在罕病家庭里面有个名词叫做“落跑老爸”，好像比例还蛮高的，因为我看过一份那个也是罕病基金会的报告嘛，所以有几分之几的落跑爸爸。对，他们说每八个罕病家庭就有一个家庭爸爸是失能，就跑掉了或者不负责任这样子。那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是男生嘛，就想说到底男人爸爸怎么了，所以才这部片会以爸爸当一个主要的主角去切入。听说我看资料是说你在921的时候就有观察到，就是大地震之后很多家庭也是瓦解掉之后也是父亲就逃避嘛，所以你又开始观察这现象。因为刚好921大地震，我自己在台中的新社当兵，所以第一时间也直接进到灾区去救灾，那后来一整年都在帮忙灾区做一些重建，甚至跟灾民住在一起，因为灾民家没了嘛，所以他就进驻到军营里面，军民一家。那时候当然就看到很多受灾户，男性因为遭逢这样的一个天灾，好像一蹶不振，通常都是反正是女性站在比较前面，男生们可能就是郁郁寡欢，躲在那个灾民收容中心啊，这样的现象。后来到了罕病基金会去，我跟那个落跑老爸这样两个印象结合在一起，才觉得说，好像似乎该要去有一个机会去谈论一下关于台湾的男性情感表现这个部分。其实你这样从911到现在20多年，然后长期的关注，包括你自己下去拍摄记录的爸爸，按你的观察。身为男性嘛，你观察男生跟女生究竟有哪些不一样？其实台湾相对是一个女权成熟发展的一个国家，就女性有很多的需求跟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男性好像在这10年将近20年没有进步，而且生存空间在被压缩。我们只听到成功的男性在讲话，但你从来没有听过一般的男性，甚至是一些比较不如意、受到挫折的男性说出他们心里面的需求或委屈。因为我们从小都有个标签嘛，就是男的有泪不轻弹，男的当自强，好像我们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说出不好，大家就觉得你是个 loser， 你要这样，不如人这样子。所以导致台湾的男性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甚至情感是不敢自由自在的表达。不管以精神上的现象，或是以生理上的现象来讲，我想女性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反过来讲，人类文明的发展嘛，所以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不管在某任何方面都应该是承担一定的责任嘛。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罕见疾病基金会他们其实看到那个落跑老爸，他们有没有做一些努力啊？当然，他们除了提供罕病儿童、罕病患者的一些照顾跟生活上的一些精神需求之外，他们也帮这些照顾者，像妈妈跟爸爸提供一些能够纾压的管道。所以他们在假日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才艺班、音乐班、画画班。
那我那时候去其实就是在拍一个音乐班嘛，你看到小朋友在这个教室唱歌，妈妈在隔壁的教室唱歌，可是爸爸不见了，所以为此呢，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叫做喊爸康乐队，把这些爸爸们组织在一起，变成一个合唱团，也一起唱歌这样子。所以合唱团多久以前开始到现在都还有吗？喊爸康乐队这个爸爸的合唱团，对，其实越来越茁壮，特别在电影上映之后，因为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爸爸不愿意参加，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变成一个诉苦团体，我去了啊，大家互相安慰，但是男性还是不太习惯这样子说出跟另外一个人说出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委屈嘛。那电影上映之后，很多喊爸因此觉得哎，好像我可以走出来，我可以跟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所以听说这个团体现在已经数倍成长。对对对。Okay. 那我们潘爸还没来，那我们先跑一跑看看。好，来一个。哎呀，我倒是没看清楚。哎，这前奏干啥？因为唱着你的旧城路，想要跟进同学的脚步。很多落跑爸爸哈，然后，这几位是没有落跑的，是，可是他们回家就是，很辛苦照顾，然后还要练乐团哈，也是蛮累的嘛哈，因为其实你要准备，所以回去的时候，跟太太有没有哪一些互动上的变化？其实练乐团这件事情对爸爸似乎是正向的帮助比较多哦，所以太太都很支持，因为他们等于是这些闷了很久的老公突然的有了一个情绪的出口，他们可以借由练乐器，借由练团稍微去抒压一下，他们把它叫做，因为他们练团是每个礼拜四晚上两个小时，他们把它叫做合法请假，就是我可以跟太太合法请假说哎，我要去练团，暂时出去透透气喘息一下。那其实妈妈当然爸爸不在，妈妈比较辛苦，可是你看到老公这两小时回来之后，他整个就是容光焕发，更有精神，而且更有意志力。妈妈基本上都是支持的，因为在孩子没有生病之前，夫妻俩的确对婚姻、对未来、对家庭都有很多的美梦嘛，甚至老公以前在他面前都是很帅气的，有很多的梦想，可是因为这么现实的考验，所以被迫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当然我觉得每个男性都需要有一些出口，对这些爸爸来说，他们没想到自己这么黑暗、这么受压抑的人生还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舞台。对对，站在舞台上真的是给他的观众鼓掌这样。对对对，那这样的一个热情当然回过头来晚上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会更不一样，所以晚上会不会无聊了，因为晚上没办法睡觉陪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边练乐器哦，这样，甚至还弹给孩子听。好，像妈妈呢，妈妈有跟着不一样吗？就当先生因为练乐团改变，然后或者更有活力，然后呢妈妈会不会想说哎，我也一个礼拜二或礼拜一礼拜六哪个时间我也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我的拍摄的观察，台湾的女性跟妈妈都没有什么问题耶，对啊，她们很会照顾自己耶，她们其实生活都安排得很好，很多的很多的休闲娱乐跟朋友，只要在有时间的情况底下，她们会安排自己。那反正是爸爸男性就是会下班回到家就是拿遥控的，然后从第一台转到100台，然后时间到就去睡觉。我觉得好像男性在社会整个教育里头被教育就是要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养家，但从来没有去认真思考说，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我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我还有没有其他的梦想？当我在走入家庭，成为一个父亲或者是人家的丈夫之后，一般台湾的这些男人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勇敢强壮，都是正面的，就像月亮，我们看到都是亮的那一面，其实亮的另外一面是黑暗那一面，暗的我们看不到的。尤其我们罕病的这些爸爸们，他是要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压力，不让别人看到，然后这些压力会一直累积，越来越大，压力会越来越大，
有一天会崩溃，会受不了。不晓得为什么上帝要我过这种日子，想着想哭，真的想哭啊！我自己观众角度来看，我觉得像他们生活这么的压力那么庞大的状况之下，也许会像是另外有部纪录片是《筑巢人》嘛，哈，孙可尚导演拍的，其实它里面就如实记录了那个冲突，哈，就是那个那父亲跟自闭症的小孩的冲突，然后也如实播出来，然后我是相信，其实，在家庭生活里面困顿之下摩擦、吵架、冲突应该会有，可是好像以片子里面很少放这一部分、啊、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一些冲突，或者是说，面对照顾罕病儿的一些挫折，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几乎占80%。哦，这样子哦。就是他们的永夜时间比白天还长。哦。他们大部分是活在黑夜当中的，甚至。晚上没办法睡，白天可能精神也不济，所以那对我来说，这个片子会采取最后大家观众看到的比较正向的这一面，对对对对，其实也是创作者在走过这一趟拍摄旅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的诠释，因为我觉得对这些家庭来说，苦难已经是稀疏平常，也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哦、因为一个孩子生病躺在那边，你父母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不需要再把这样东西重现在大家的面前、嗯、因为这是大家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哦、那对大家来说最难最珍贵的是什么，反而是这些在苦中在黑暗中的人，他们是如何去找到那一线光明，他们的理念、嗯、他们的执着在哪里，这个其实也是我拍摄这部片想要去看的，想要去寻找这么苦那那个希望到底从何而来。不，其实有一段倒是有提到他们内心的好吧痛苦和压力吧，就是有个妈妈说她她的婆婆其实还不想让她孩子让她家人看到，是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基本上其实就很难过，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当事者内心的痛苦，好、哦、所以这样的压力你在旁边拍的时候，你觉得他如何去面对这样压力，如果他如何去疏解这样子一天又一天或是一年又一年碰到自己家人都无法谅解，甚至家人都觉得说可能是问题就出在你身上，你说生了这样的小孩。其实这一段是片子里面主角巫妈说出来的、嗯、那我觉得平常你看到巫家他们真的是把家庭两个生病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嗯、甚至夫妻之间的互相的协调性也非常的高，可是你看到满脸乐观的巫妈对着镜头讲出这么沉重、嗯、又具有 power 的一段话，我觉得那个给观众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嗯、这个当然也是我在片子里面想要去呈现、嗯、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你一般看到的那个样子、嗯、他们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或者是说这些主角其实是更努力的在生活我们看不到的、嗯、那我觉得这一段话当然就是想要带出这个社会目前对这些罕病患者或者是有一些弱势者的一些眼光标签，还有他们遭遇到的难度到底有多深，你看连自己的家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偏见，有这样的标签、嗯、那其他社会大众一定是更大、嗯、你正在他们家里拍的时候，万一碰到他们的冲突或他们那种情绪不好彼此的摩擦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摄影机是要继续开着还是会收起来？这部片因为拍了总共制作期是6年，我拍了5年，剪接剪了1年，所以跟他们的相处时间非常的长，拍的量也蛮大、嗯、到后来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放下摄影机在旁边陪伴、嗯、特别是一些很剧烈的冲突、哦、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现在是要当朋友还是导演创作者，但通常我当一个朋友的状态会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说看到的是比较正面比较多，那这些冲突对我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反而是在这个时候好好的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次每一次的难关。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有一组的夫妻吵架，吵到其中有个人要去自杀，哦、那个时候电话一来，很多人可能就拿了摄影机就冲了，可是我的第一时间是联络其他的爸爸，我们一起去分头，
有的人安抚妈妈，有的人安抚爸爸，然后让这件事情呢在天亮之前呢能够获得圆满的一个结局。对 OK、欸、其实刚刚讲到啊，那个我想影片里面放了一小段嘛，那个新闻播出的片段是哦，刚好也提到说有一个计程车司机的爸爸是啊，他把他小孩啊，就是那个韩碧那个小好小潘威利嘛，对，然后伤害的哈、哦，我想为什么会刻意放这么一段电视新闻？这件事情其实也都很巧，因为的确就在那个时间点，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嗯，那这个当然也是用来补足大家在这六位主角身上这么正面、这么阳光的故事底下，你看不到的另外其他大部分95%的韩病家庭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到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勇爸，他可能照顾他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可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甚至连勇爸也许他都没有办法熬过下一个夜晚，因为不知道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哦，所以就你碰到的在这样比例多吗？就是说你在拍摄的这五六年里面真的是承受不了，或是真的有什么状况？其实真的蛮多的。蛮多了。一开始我决定要拍摄这部片也是因为我还在当志工的时候，帮罕病基金会拍了一支募款的公益短片的主角爸爸，他也是一个大学教授。那时候受访的时候，他当然谈的就是非常乐观，他怎么样去照顾他两个孩子。可是没想到，一年两年后在新闻上看到他，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冲击很大。那也因为他的关系，我才觉得好像要开始进行这部片的拍摄。我记得我跟我太太俩规划得很好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应组之前，我们就工作到50岁，我们就可以退休了。有了应组以后不可能了、啊，重新规划吧，重新来过吧。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东西，它随时随地就来那么一下。好了，舒服了哈。哎、啊，你能不能等一下嘛？爸爸在给你弄果汁耶，爸爸在榨果汁给你吃耶，那、啊、能不能等一下下呢？而且你拍摄的记录六个家庭嘛，拍摄5年，要剪接1年，也几乎是6年哈、哦。是，而且你的素材应该累积的非常的多，所以你如何从这么多的素材找到剪成这个样子哈，剪成以乐团为主轴，说这过程的转折，其实我相信，乐团这部分可能只是你记录过程中的可能2-5%，应该是有一点点而已。所以你如何去筛选，或如何去选择这主题呢？的确，这几年的量拍起来很惊人，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独立剪成一部很棒、很完整的片子。那后来其实第一次剪出来版本长达8小时，我看到我自己都快要受不了，但是这8小时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每个人故事都很丰富。那后来还是得要去取舍，所以我就把6个人当作1个人来思考。就是说怎么样让这6个人这个乐团的爸爸能够统一有一个形象，所以他们可能在各自出现的时候是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意义跟呈现不同的资讯跟讯息。不过我相信当然纪录片剪完，大概初剪完之后，大概都会请当事者来看嘛，哈、哦，所以这些爸爸们第一次看完整的剪片之后，他们的回应是如何的？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很像在办一个 party 一样，同时请来，对对对，然后还有妈妈准备了自己做的大餐，这样子很多道菜，还有人准备饮料，就好像办一个家庭的餐会一样。那看片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安静。因为这6年的确是蛮长的嘛，所以他们等于是有点像在 review 自己这6年的生活跟人生，然后看着孩子的变化。那当然看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都很安静，可是看到你身边的这些伙伴，这么多年跟你相处，还有很多深夜里你看不到他的样貌的时候，那时候对其他爸爸来说，他们好像又回到一般观众的角色，他们就很多的情绪就很自然的表达。那当然就是有笑有泪啦，那个过程其实还蛮让我觉得很温馨，因为最后
我还是得要问他们，你们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疑虑？嗯，你们觉得哪些东西不想要谈，不想要被看到，告诉我，我们可以来讨论。真的不行，我会把它拿掉，我会尊重你们。但最后他们都选择完全尊重我。对，嗯。那其实，在编拍过程中，因为我想我们在生活过程中有一个人在旁边，然后记录着，多少彼此会有一些互动、跟影响、跟改变，甚至最后呈现出一个作品。要公诸于社会的时候，我相信对当事者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你观察起来这几年下也好几年了嘛，所以你觉得片子本身对这个爸爸，或是说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如何？对我来说，因为纪录片被看到了很多主角他个人的隐私的部分，所以我有个原则，无论如何就是不要让作品出现的时候去伤害到我的主角，这个是我在每一部作品完成前先自我的一个检视。那当然老实说，片子真的不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或者干扰，一定会的，因为他就是要面对观众。那好在其实这片子到目前这么多年了，你看到的一些影响都是好的，例如这些爸爸们他们透过电影重新来去检视自己的生命，从那一种比较悲观或者比较卑微的角度，例如说好像为什么倒霉的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然后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人生，就从充满了怀疑到肯定，他们发现自己的故事透过这部电影可以成为去鼓励别人一个很好的生命的一个能量跟素材，甚至有些爸爸也因此开始积极的去做生命的分享，变成一个很好的演讲者，变成一个很好的作者，好像伍佰他也出了两本书、三本书的，然后有些人成为，继续去帮助别人，像李爸他就是带着更多生了跟他女儿一样的结节性硬化症的小朋友，他们也成立乐团，然后也开始去做分享，走到校园，走到国小、国中、高中，让更多在校园里面一些不被理解的弱势的孩子，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讨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开始你拍摄这部片不会去预期或想象得到的，其实我总觉得纪录片影片就跟书本一样，就是一个镜子，当事者跟观众一样都是看着镜子，然后也看到自己嘛，所以甚至有时候看到你本来不知道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对当事人应该会有影响，但对观众来讲，我觉得纪录片跟书本像窗户一样，也是可以看出去，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是，我们也许从来没想象过的世界，然后让我们可以更有同理心去体会很多不同人的生命，也丰富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些都是纪录片工作者给社会很大的正面的帮助。谢谢，谢谢导演，谢谢。